韩孝周、李光洙为了宣传电影，一同登上了综艺节目《文明特辑》。当天一开场，主持人便与三位演员玩起了人体波浪舞。没想到就在众人玩得正嗨时，韩孝周突然大笑，表示：“等等，我的裙子爆开了！”一番话让主持人机智地挡在摄影机前，并大喊：“大家不准看，往后转。”而另一旁的江河娜则是立刻面向墙壁罚站，完美的回避视线，直到主持人 cue 她，才开朗地表示：“都好了吗？”引发现场一阵爆笑。而网友们看到江河娜的举动，也纷纷赞赏，表示自己默默的转过去，真的好绅士，不愧是暖男啊。